我想我们是要谈一谈，虽然我们谈了很多次，你好像每一次都在倾听，但我怀疑你是否有真的在听。你看来好像都明白我说了些什么，但我觉得你从来没有。同样的东西，我们可以谈了一次又一次，然后争论过去，争论过的事。 可是我们总是不能达成协议，也是非得另找时间再谈一谈。我们不能老是这样，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，我知道。这次希望你能认真的在听，同时把事情搞清楚，因为我们的问题是那么的清晰、直接，一点也不难理解。 每一次看到你，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的感受，可是我不能。你我之间仿佛堵住了一道墙，它割开了我的想法、我的言语，甚至我的勇气。我几乎每一次都很用心去听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尝试去了解你的意思。 可是很多时候，我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些什么，不是因为我听不懂，而是我觉得那并不是你真正的意思。你常忘了自己说过什么，要不然就一直在重复。而更严重的是，你连自己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。 该如何去了解你？你老是改变你的想法，决定了的事也可以一变再变。如果换成是我这样，我倒想知道你的反应。
你无法回答我的问题，却偏偏要我给你全部的答案。可是当我想进一步说明我的意思时，你却显得害怕了，还反过来挑剔我的答案。就算这不是你要的，但至少我确定对你说过一些什么，至少我很努力地去维持咱们的爱。而你呢？你有这么做吗？还是你正努力地做着一些不想让我知道的事？你总怪我对你的感受不够敏感，也何尝不是这样呢？还记得那些可能改善我们关系的小事吗？你是真的忘了，还是你从来没有在乎过？这只不过需要你的一点关怀，难道也无法做到吗？这一次就让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吧。我不想我们又回到跟过去一样，希望这一次能够帮我们解决过去所有的错误与误会。可是你一直在重复犯错，逼迫我冷静下来。那你我怎样冷静下来呢？其实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想对你说，但我总是感觉到这么强的存在，不晓得他会在几时消失。我想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感情的，如果这可以让我们互相了解，就像我从未互相牵绊之后，我还是会这样做的。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梦想到。